岂为来不及，他早出闺娘我缠身要紧，老王爷一见怒气深，想为娘我推迟了那五门以外分产的心，多亏了满头文武来跑分，想为娘我打只在那汤宫内院不能够去见君，一起不成而今身，也顶了八月十五活个冷冻心，多亏了恩人来救命，想为娘我就是在那破瓦寒窑发生村，白天逃亡苦吃不尽，老爷晚我想叫儿啊想得为娘一阵一阵见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房梁小包臣，天气了内怕元神，包臣他回朝走一盆，二舅干呀准备下那龙珠正面